老师请教一下，刚刚我们讲课有讲说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一个是空，一个是有，那所以佛讲的因果报应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有的部分，他讲因果，因果不灭的、哦、所以因果很厉害，他很平等无情，可畏又很深远。所以当琉璃王在灭出释迦牟尼的时候，那释迦牟尼佛活动三天，可是后来又讲罪本空，那罪本空是不是讲空的部分？那这两个之间就是不是所谓的空跟有之间的关系？那会不会冲突？因为有的人执着在罪本空，那可能他造罪，他这样子，反正他讲最后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这方面的话，那罪本空这句话又源从何处来呢？好，好，请坐。因为我们要了解到，只要呢是我们哦进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，它是已经哦回到本来。那回到本来的时候啊，它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福，也没有罪啊。哎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，我们最这个要追求，需要追求呢，就是呢要端坐。念实相，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、啊、所以、哦、只要是我们进入、啊、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，所有的罪福、啊、都不存在，都已经不存在了。那我们、哦、就是要了解到因果它是定理，一定的道理。那我们所讲的、哦、所有的故事啊，全部都是在现象，在现象之中啊，所以只要是落入现象，我们就是了解到，哦，只要落入现象，好，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真理的话，它一定都有果报，绝对都有果报了。啊，所以那个哦，那个要灭啊，那个释迦祖的时候啊，哦，那个阿难师一直在哭了。可是哦，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哦，都没有表现。然后那个目犍连呢，就赶快把他们释迦族啊，他有神通哦，就把他们全部都哎，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结果哦，那个佛就讲，他说哦，这个定业啊不能转，定业不能转啊。虽然你把他哦用神通移到别的地方去。可是等到那个事件一过去以后啊，他一全部移回来，就变成血水，一样都死掉了。所以哦，佛就讲那个定业不能转，哎啊，所以哦，那个哦啊，阿难在问释迦牟尼佛说，为什么哦那个释迦祖遭到灭族的时候啊，你都还那个哦容颜很光鲜呢、啊，就是很好看啊，我怎么一直都哦这个。好、哦，很伤心呐、啊，就停止不下来。哎，然后佛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是自造业哈、哦，自受苦啦。啊，他们自己之前造的业，所以自己要去接受那个果报，那个逃不了了。什么人也没办法去改变他，哦，那一定要去接受。那个是在现象。哎，啊，所以我们了解说呢，我们在凡尘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啊。”只要我们忏悔了所做的一些、啊、罪业、啊、可以消灭，就是要了解到、哦、凡尘的相、啊、会引起现象，一定要有因要有缘，因缘会合了它才会现，因缘没有会合啊，它不会 啊。所以我们一忏悔啊，哎，我们之前有做错了，之前做错了是因，那现在我忏悔了，全部、哦、往后都不再换，往后都不再换，结果这个因、哦、意不到缘，意不到缘、啊、它不会现象，就不会让我们去接受了、啊、只要它在换，这些呢因全部来、啊、全部你要去接受。所以那个忏悔、哦、我们就是要了解，忏就是忏其前愆，悔就是悔其后过，以后绝对不再换，那个才真的叫忏悔啦。啊，我们一般哦，有的说哦，一忏了以后，啊，后面哦忘了啦，忘了说哦，我之前有不对，然后以后哦
哎，因为习性习惯性，哎，又做了，又做的时候就要了解说你所忏悔的、啊、那一些因、啊、全部都汇合下来的，你要去接受果报。那假如说我们真的、哦、忏悔了，忏悔了以后绝对不再犯，因就永远是因了、啊、它不会下来、哦、不会呢啊，一到眼显现果报。那有的人就问啊，那一些债主不是很倒霉了吗？一点也不倒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能够进入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，你能够进入以后啊，是不是要度化众生？那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众生，你都要去度他成佛，何况跟你有关系的众生，你不会度他吗？你是不是要赎罪的心情啊？哎，赶快去补足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就是要了解到。哦，为什么没有讲这个？你到这个阶段，你一定要明理的，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一成就了以后，了解说，哦，原来同体大悲，众生啊，所有佛性啊，哦，跟佛十方之佛为同一个法身，佛性都是同体啊。所以只要众生在受苦，就是你在受苦啊。所以他会啊，哦，度那个为什么叫无缘大慈？我跟你没有什么因缘，没有瓜葛，也不是亲戚，可是我就把快乐给你，那个叫无缘大慈。同体大悲就是大家都是同体，我都要把你们带来成佛，那个叫同体大悲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已经、哦、说、哦、他这个有瓜葛、哦、之前欺负人、哦、他都没有还，没有，不是，已经都呢把他们带成佛了，还不还啊？都已经还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在现象所遭遇的事啊，一定是因果定理、哦啊、你已经呢进入修道的、哦、那个道路、啊、你进入修道的道路，你用修道的真理、哦、来行持、哦、你能够呢忏悔，忏悔的话呢，你所有的那一些之前的业、啊、它不会来，他不会来找你啊。可是你就是要成就，成就以后就是要度化所有众生，你要使所有众生呢都能够成佛，这个是愿啊，他的愿力。所以那个债、啊、都有还、啊、我们要了解到、这个只要、啊、是落入因果，他就一定绝对。那只要进入修道，你端坐练实相哦，时时刻刻啊，都回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，那所有罪也没有了，在佛性本体里面啊，没有了，没有福，没有罪，是这样的啦。